寇中祈安来年顺利，静静体验桌上枯山水，开启日式写意园林的疗愈模式。船的水流把它开出来，然后让它去一些地方细水长流啦，这样想要绿绿的山水画，有一些石头在一个小船，会比较自由的感觉，生活比较紧凑，放轻松一点。回娘家走走这样。啊，但你若感觉蛮好势，去外口佚佗。像咧来到迄种一个足宁静的所在，互你放轻松安尼，啊无大家拢过迄种生活紧张。现在人都看手机啊，不知道现在大自然这么的美。把他的想法放在他的创意里面。现在的人哦，都好像很急啊，动不动就发脾气啊。借由这样的作品，在创作的时候，让我们心可以沉淀下来。人来人往，抄经静心，好修行。进来之后很安静，然后拜完之后就哭起来，坐下来写一写经文了。心里乱乱，不知道怎么讲了，上来就平安，很舒服了，就很开心的流泪，这样子感动。老夫老妻是静思堂老邻居，不忘弘法立生，礼佛感恩。从我儿子出生到现在，已经30多年，都有来参加慈济，希望能够世界和平，乌俄战争也能够早日结束，天灾人祸都远离我们。弘法立生是能够救助苦难的众生啊，发菩提心，发愿救度众生。点亮祈福心灯，一家人携手静心，盼望来年平安有福。大新闻吴一兄王昭忠高雄报道。以上是今天。